事隔多年和佳慧姐说声抱歉。记仇记仇啊！好好吹吹吹呀、啊、吹吹吹、啊！救命！Sorry, go！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彭佳慧，他是苏玉莹，我们在剧好听的歌。剧好听的彭佳慧、苏运营，能否用一句影视音乐介绍一下自己？不能，我们要跳舞。你挖坑给自己跳，你跳还是我跳？我们有舞者，来，请上来，飘过来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我听过，追光者经过、哦，听过、嗯、是吧？是一个偶像剧的主题曲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哇，我太享受了！我今天他们两个实力唱，让我唱和声。你们在节目里都没有唱和声吗？哦，没有哎，下次可以找个合适的机会，试试对吧？好、啊，好。哇，佳慧姐，用几句影视音乐介绍自己，会用哪几句？我最近在看一部剧，叫做《去有风的地方》。风吹起的时候，万里无云；去有风的地方，遇见你。哇，好温柔啊！佳慧姐，其实你是第一次跟运营一起合作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我之前在另外一个节目，我有在中国好歌曲出道的那个节目，对对、哦、对，好歌曲，哦，一六年的金曲奖，2015年的作品，2016年，哦，对对对对对、嗯，而且当时苏苏还同时入围两个奖项，一个是最佳新人、嗯，一个是最佳女演唱人。嗯，对，很厉害，姐姐好暖心，她很厉害，没有，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那时候有坐一起聊聊天吗？没有机会。嗯，对，好像没有那个合适的机会跟时间跟那个点。对，嗯，但我们有坐到了一排，对吧？对，张惠妹，还有，哎，我们俩坐在一起啊？因为你的头发已经快晒到他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啦？他是我发型师哦，对，我有做那个头发，就是全部弄起来，尖尖的。我这样子转过去，他很甩到，他很注意头发，哇、哦。